刺青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呢，现在它算是一个艺术，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带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来看待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艺术，好不好？对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要请的这首歌，这首歌，我今天歌单拢是泰国经典的，这首歌叫做《放风吹》，谢谢。 主办方泰哥，掌声加尖叫声一下。
轻轻我在夜空为你凝落一次，云顶夜风来共情爱，给情给你相许会，一尊一尊光风吹人啊人无顾，我的心可比风吹也艰苦，风吹过风吹过行你袂走无人来陪，旧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，望你飞到风吹，望你飞去无后悔，我的望你飞，你近飞，你未来甲我在找，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前面那个拍照的，帮我筛选一下照片，好，拜托。本人双下巴比较厚一点，好吧，谢谢。感情轻轻风吹掠过，回忆停留不醉，天顶的风来讲情话，感情的一尊一尊光，风吹人啊人无顾，我的心可比风吹也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行你袂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，永远藏心内底。傅凯老师稍微聊一下，是这个是蓝叶吗？是我要进行一些比赛的其中一些，我是比台湾的魔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那时候是评审，对，所以今天再见到蓝叶，我好开心哦！谢谢傅凯老师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温暖呢。刚刚傅凯老师在下面上台之前很亲切的问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说我是蓝叶，之前在台湾的魔王，有我有印象，然后把我的胡子遮起来，因为我那时候胡子没有那么多了。对啊，现在比较有个性。对，谢谢，有年纪了，也几年前的事情了。是，对，傅凯老师还记得，我真的很感动，记得，就是这么温暖，是不是？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这么温暖。高追，是不是最近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？对，明天，因为我要回来高雄开演唱会。哦，对，高雄开演唱会，先尖叫声来一下，好不好？耶！地点呢就在旁边而已，高雄流行音乐中心。就旁边而已，就在这里。那这个日期呢，跟沈文琴大哥有点接，
有点那个什么，就是那缘分啊，就是开在国际沈文成日，对不对？5月11号，今天下晡来听傅凯唱歌，安尼好唔好？耶！明仔载中昼开始卖票，是中午开始卖票，12点卖票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请我们的泰哥来，我们跟大家一个大合照？要啊，是。那我们等一下请傅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背对着大家，那大家都在这个照片里面哦，哈。好，请坐。请坐。好，来，我也来一下。慢心，你们坐，我这样子少蹲就好。来 ，Yeah，This is the reason。好啊，经纪人的这个手机，谢谢，谢谢泰哥全家人，刚刚你是在后面跟我拍这个，真的，他们都很亲切。好，那接下来不管是不是还有歌要给我们大家带来。今天歌都硬在无，足硬个，但是你表现都非常的好呢。是，所以要唱这首歌，好，伊的身边就无别人。有请掌声，耶！Keep it.
来了，是是，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泰哥选歌，是不是？这些今天的歌都是泰哥选的，对，每一位哦，这个有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登台的，都是泰哥他自己。因为他本身也是刺青师，而且是国际的冠军，他对于这个艺术文化都很有他的敏锐感，是，所以他请邀请来的这些我们的艺人演出呢，都有他自己就说哇，这个他觉得很棒怎样的，okay. 所以今天的歌单都是泰哥他精挑细选的。对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先有请一下泰哥来跟我们来讲一下？好，他这个当时邀请傅凯，以及是，我以为他要跟我合唱呢，合唱啊，合唱有准备吗？啊，没有，因为。好香，是是是吗？林抓林抓林抓，准备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泰哥。